重返跳跳虎。啊呜啊呜啊呜！所以峡谷之巅是公认难打是吗？那行那行，我们就好好的打顺这支账号。我们先打顺这支账号啦，因为我一场加29分，然后减89分这样。可是他们有双排吗？哎、欸，我他妈都单排，我觉得我好可怜哦，我只能单排，臭单排狗。AD 最高就微风700场赚一，说不定我700场还没赚一呢。微风太强了。没办法跟他比。Death to all the trains. 我多少可以解除马赛克？硬是零啊！但是是就是只给你，你看你都抖内了，当然是只给你啊！抖满10000可电爱，没有啊？看一下，呵呵。这从今天开始 ，YT 应该会再更新了。因为我的片师之前说我的麦太烂了，他不想剪，但是他最近吃土了，所以大概下礼拜吧，下礼拜会有新的影片。一人一订阅，救救小烟儿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，啾咪。没有，我这次没插错人哦。你看我插那个古、啊、不是古拉格斯啊，靠，长得有点像那是叫什么？举盾的那个布朗姆啊，对啦，布朗姆。奇怪，为什么他们下路没有帮他打？哦、他们下路刚在挂机，其实。克雷斯塔，我其实还不错啊，这次我把他丢过去要开大点，算是一个 combo。哎呀！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要死！再敲一下 ，nice， 至少有个助攻，希望他不会被加鲁打死。好像有一点。My shield is here for you. Nice. 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我等下要被牙叔切爆哎、欸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妙。下路这么强，其他路在？问号，我们只能给一个问号。Nope。求已久的克里斯塔再度回来啦！拜托，网络上流传什么克里插夜群，那个他妈不是我！哎、欸，克里可是我当年玩最强的一只 main 角，什么插夜群？他妈的，那个代打，那代打！
既然如此，我们只好来回顾一下好了。Everybody, come on, everybody. 我有红 buff， 如果我有红 buff， 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 Oh no！ 不是啊，我们上路都要怎样啊？维持好我们的心态，没有错。我前几天看毒露露打到有点没心态啦，然后我就说我打low的心态是很好的，然后毒露露就回我说。言儿，真的吗？言儿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啊，这中路有点烂，有点烂，不是我在说。哎，我这么强，你们这么烂，你们为什么可以跟我同一个场次啊 ？Flashback。维持好我们的心态，没有错。我打low的心态是很好的。你不喜欢看国斗吗 ？It was at this moment he knew.He fucked up. Bye bye. 等一下要那个了。跳跳虎，不是啊！你们当初一直跟我说希望我玩克里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是因为克里比较少人玩吗？台主这么强，是不是肥宅？你有看过国栋很强吗？没有啊，开玩笑。你有看到微风很胖吗？没有吗？微风那么瘦，还不是很强？哎、欸，片师，如果你要剪这段的话，那个人名记得帮我马赛克一下。来不及了，呵呵。
其实可以，但我都是听说不能。完了，我队友在那边被开单。我是不懂啦，上一场没这么难打，怎么可以赢打到输？这样要问我们的其他路啊，要问我们的其他路啊。这很明显不是我的问题了吧？这场要是再是我的问题，你们就他妈眼瞎啦！再看我们的上路。